接下来就要说一点更猛的方法了，大家。那这个方法有多猛呢？大家，我现在吧有一想法，就是集合中的数据呢，它们都存储在内存中，对不？哎，我程序一结束，这些数据是不是都没了？对不对？我有一想法，就是既然这里边存的是键值，是一些信息，我想把这些信息，而且它是字符串嘛，对不对，家？我想把这些字符串信息保存起来，方便于我下次使用。这听懂了吧？哎，可是我内存一旦释放，这些数据就全没了。我想保存起来，方便于下次使用。你觉得保存哪儿比较合适啊？是不是硬盘上啊？哎，这都知道是吧？大家，这个就叫做持久化。搞一名词听着很屌，持久化，对吧？哎呀，其实说白了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让信息存储时间长一点，欧了吧？断了电还能在，欧了意思吧？那我问一下，网络硬盘存是持久化吗？就是说持续嘛，是吧？长久一些嘛，是吗？就这个意思嘛，把这个硬盘数据呢保存的呀，断了电还能用，欧了吧？就还在嘛？光盘持久化吗？是吧？这都是，明白了没？这些都属于持久化动作。以后再一说持久化，明白什么意思了吧？哎，行了，不再废话了，因为后面我们还要学持久化的啊。往那个文件里边保存数据啊不一样是吧，但是都叫做持久化。持久这事说完了啊。第二个还有吗？说那老师，那你这持久化往硬盘弄得需要什么？对，这是不是要操作硬盘设备了？不是，是不是要操作设备数据了？对，这就用到旅游技术了。现在懂了吧？啊，说老师，照你这么说的，那你集合那些集合怎么不往硬盘整啊？啊？那些集合呀，它存储的对象吧，什么类型都有，听明白了吧？哎，是不是一定需要往硬盘使用啊？不一定的。而字符串这个吧，相对要方便很多，是不是啊？数文字，那就欧了嘛。你懂我意思吗？好了，接着看了啊。因为文字持久化最方便的嘛，是吧？这个方法有哪些呢？来，我来看。我们想的保存，是不是废物？啊？那不使了。怎么办？发生 I/O 异常，此方法不抛出 I/O 异常，那能行吗？保存属性列表的首选方法应该是通过谁？多少方法？在这儿呢，看到了吧？人有方法替代的，懂这意思了吧？哎，不再多说了，点 store 是吧？这方法呀，就是用来存储的。欧洲的方法就是用来存储的。那别的呢，我也不愿意再啰嗦，直接写吧，大家，好吧？关键是你存储的时候，你是不是有流啊？所以写这个输出流有没有？输出流啊，其实还有什么？哎，这怎么多一参数呢？这我就不理解，为啥呀？这个 comments 是什么意思啊？ comments 属性列表的描述，蒙圈了。以往这列表里边啊，你存了一堆东西有没有？你是不是应该写点东西的吧？我存的这是啥？哎，你明白意思吧？张三二十，张三四十，张三八十，啥东西啊？这是姓名加年龄有没有啊？姓名加次数可不可以啊？描述信息啊，废话不啰嗦，直接写一写啊，注意往这看。这个你就别眨眼了啊，一直瞪着。我有四部分信息，那就四组建筑对吧？
扎破点儿的洞了，想要将这些集合中的什么字符串键值信息，专业话说什么来着？持久化存储到文件中，需要关联输出流。大家恭喜你们说这事啊，这个 store 有没有？是还是 store 啊？爽歪了大家。一个字的节流，一个啥？字符流啊，这哥俩功能一样，用哪个合适啊？我跟你讲啊，那这方法吧，早期没有，早期我们玩的全是字节流啊，后期才有的。因为啥呀？发现太麻烦，所以有了字符流，破玩意儿一点六才出来，没了吧？它一点五都没有。老师用字节流、字符流都行啊，字节流吧，好吧，都一样的。你要操作文件，而且是目的是输出流 ，output stream 是这样吧？来搞一个吧。你写 file writer 可以不？可以的，没有问题啊。只不过它这里边接收的是这个是吧？后期才有了 file writer 这个对象。foi 等于另外一个 file output stream， 你要保存在文件里边去啊，是吧？我们写个文件就完事了呗。这文件怎么写啊？你比如说叫 info 点儿。txt 导一包欧叶啊，紧跟着嘛呀，把这个 io 我就抛出去了啊。看着啊，将集合数据存储到文件中，使用 store 方法。Property 点什么 ？Store FOS， 大家注意看，这里边是不是来点小东西呀？描述一下呗，是吧？你描述啥呀？姓名加啥？年龄。那完事以后，大家别忘了怎么样啊？小关一流，欧了吧？搞定了。我们运行一下看看，行还是不行？走你，得，我还得切回来，慢了哈。有没有？有吗 ？name 加 i 有没有？搞定了，大家，这是不是还给力啊？时间，当当当当，记住了，大家，在这个配置文件里边，我跟你讲，凡是井号打头的，都属于注释信息，听明白了吧？它是不会直接去把它作为键值对存入到 property 集合当中的。听懂了意思吧？哎，这是我们存储的时间，这种存储的信息。有的哥们挺逗是吧？说老师，我这 name age 我不认识怎么办呀？哎，姓名有没有？哥们非得弄这鞋子，是这样吧？咔一个弄有没有？打印一下啊，看一下啊。这个呀，必须给你们解释一下哈、啊。来，往这儿看啊。我就告诉你们说，这里边别写中文，听明白意思吧？这哥们儿，我跟你讲，他是把里边那个 Unicode 的码啊，直接转换完以后呢，变成了另外一种码表内容出来了，是吧？查的谁呢？往这看一下，这哥们儿、啊、乒乓乒乓的，此方法为编写什么乱七八糟多有啊？此方法以这种方式呢，这个指定什么呀？其实还是 writer 嘛，指定相同的格式输出键值对。注意以下几点不同。它使用了 ISO 8859的周边码写入该流，对吧？注释中不是拉丁字符，针对其适当的什么呀？十六进制，明白了吧？其实你看到这个吧，大家看54啊、D 啊，这是不是都十六进制啊？对，都是这东西。反应到 U 呢，代表什么呀 ？Unicode 码是这么用的。他把这个、啊、变成字符，再把变成 Unicode 码，再把 Unicode 码里边那个对应的数字呢变成十六进制写出来了，明白了吧？哎，是这么回事哈、啊，这个不合适，所以大家尽量怎么样啊？就不要再写这个注释中文信息了，能明白了吧 ？OK 了，这老师不再多说了哈，写这个就比较靠谱了嘛，是吧？或者就直接写 info 也行啊。OK 了，大家这是将数据存储起来了吧？
啊，这时候哥们这堆箭子队可就真存起来了。好了，第一个方法搞定了，到方法存储。那你写 file writer 也可以，听懂了吧？不再废话了啊。